晚上零点，朋友来电约我去逛逛书店。我困呆了，但我的致命缺点就是不爱拒绝。戴了个帽子就出门吹头发，太费时间。推开店门，我看见一座不夜书城，灯火通明里散落着一个年轻人。那老生在不远处向我挥了挥手，我点头示意之后就自顾自转悠转悠。无聊的心情忽然转悠，前排书架前有半张侧脸好精神，他轻咬嘴唇，读书那么投入，我瞄了一眼他，好像在看宇宙学科普读物。霍金为你写出时间简史，我愿为你写出一首小诗。车到你的身边佯装没事，西马拿起本书翻两下便又止。你看书还是看我，眼神里求知欲多，心里燃起了野火，想说什么就勇敢说。你看书还是看我，眼神里求知欲多，心里燃起了野火，想说什么就勇敢说。